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逆袭成时尚女王，复古大片超惊艳，气场强大 A 爆全场。女本柔弱，为母则高。生完孩子复出的赵丽颖完全就跟变了一个人，以前的赵丽颖甜美可爱，如今的赵丽颖超级御姐，而且整个人的气质和穿衣搭配也变得更加的成熟端庄。这一次更是参加了杂志的复古大片的拍摄，逆袭成了时尚女王，拍摄效果超级惊艳，分分钟 A 爆全场。这一次拍摄出来的大片效果相当不错，很多赵丽颖的粉丝纷纷表示，我们家颖宝终于出息了。赵丽颖现在的时尚感倍增，硬照的表现力也相当不错。以前的赵丽颖走的路线是属于比较甜美可爱的清纯路线，可是如今的赵丽颖气质非常出众，不再受自己的长相限制，不论是御姐风、名媛风、温柔淑女风，还是甜美可爱的萝莉风，都可以完美的驾驭。这一套造型属于比较复古高级的类型。赵丽颖一袭凌乱的短发，精干利落，又充满了艺术感，脸上蒙了一层薄薄的黑纱，让整套造型变得更加神秘。上身选择了一件宝蓝色的法兰绒衬衣，这种衬衣质感非常的复古，也很高级，表现力也相当不错，可以很好的凸显出一个人的时尚品味。换作是以前的赵丽颖，绝对想不到她也能够走如此霸气的女王风格，可是现在赵丽颖的一些硬照公布出来以后，不仅完美的驾驭了御姐风格，气场还超级强大，这一套造型的大背头也驾驭得很好， V 领元素也很好的拉长了颈部线条，选择的饰品也是超级富贵了。这一套西装造型是 Seven 非常喜欢的赵丽颖的一套造型，这个西服套装也非常适合姐妹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购买与之相似的版型，竖条纹本身的显瘦效果就非常好，再加上赵丽颖选择了套装，所以从上到下都是比较统一的条纹元素，显瘦效果翻倍，再加上腰部的收腰设计，更是完美的体现出了女性的身材曲线。西装的质感也相当高级，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知性优雅。以前的赵丽颖还是比较喜欢系刘海造型的，可是如今赵丽颖却更喜欢这种比较温柔知性的发型，这条蕾丝裙也很适合赵丽颖，整体风格属于比较温柔的名媛风，看起来非常的贵气，整条裙子的亮点就在于肩部的设计，肩部的荷叶边让整套搭配变得更加的时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赵丽颖因为太瘦了，穿礼服裙都要在背后夹夹子，这一套礼服裙一样可以看出赵丽颖的身材真的是非常瘦，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这简直是梦寐以求的身材，虽然瘦，但是赵丽颖的身材还是非常有料的，挖凸有致，曲线也非常好看，这套纱裙造型更是让整个人看起来女人味十足，温婉动人，落落大方。对于如今的赵丽颖来说，家庭事业双丰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身处娱乐圈之中，沉沉浮浮所经历的事情还有很多，而赵丽颖的路还很长，希望赵丽颖可以不忘初心，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